会变成最大的伤害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可能来这儿之前没有很多的顾虑到你的感受，然后很多的你的想法也是可能刚刚知道。反正我希望以后的话，我会协调好工作还有对你的这些时间或者经历的一个关系，我希望还是像以前一样，就是答应你的事儿，我一定会做到。那些诺言不想再去失信了，然后更多的去换位思考，去为你考虑一下。我觉得这一年以来，我被迫接受了很多东西，被迫成长了很多。就看别人都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自己就是要自己一个人面对很多事情。就有时候对我们的感情，我真是不是说有太大的确定，我是想好好沉下心来想一想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。谢谢两位的分享，秦辉，谢谢你们。两年恋爱，其中有一年是异地，异地看来真的挺考验的。
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让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，我会劝着你，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我就再次保护你。来，掌声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之前，原来你来回跑也挺对不起你的。后来想一想，确实有些时候是我太自私，我觉得我还不够成熟，这些东西。工作和感情更要学会去怎么协调，以后我会努力的。我还是挺舍不得你的，觉得是有时候自己挺想着自己的感受，忽略你的感受。可是我有时候也挺委屈的，就是有时候我也想做的挺好的。会好好工作，会养你。来吧，祝你们开心啊，回去吧。也许是不经意。